在家里自己推一个，推一个。我在这里热，转来的。那你要，你那个你要打跟同桌，你要往哪方向？我买方向。不是往下，就是说下面。那你这样去吹它就跳，这样去吹它就跳，知道吗？东方是这样，你这样去冲它就是往外飞的。你这样去冲的话，它就往下。可以开流畅，可以。好，那现在发尾怎么样？好，谢谢。还有一点，特殊程度。这个雷公和这个百冰姐，他俩不是亲生的吗？是亲姐弟吧？去干，这个血我教你，来，要不要？
我这边现在弄的是空中的，你要。
一样的地方都
明天他不想爬下来，这个时候他就有理想爬下来。这是你们双爬那个难爬的石碑，石碑让踏下来了，石碑就在白石洲家里面，给你看一下。白石洲就是按照上面的刑法去一个一个杀的人。你这照片哪来的？你别管我哪来，你现在不是要证据吗？你这些证据足以定他的罪，所以你拿着他去问呢。那怎么会是你们的事？你们不是警察吗？你们不是方法多吗？你上手段了，你让他说出来，你还要插手给他办案呢？是这样的事儿，一起。可是你现在不是把他放了吗？你问不出来你就把人放了。剪对吧？是吧？啊，有余一部分。他杀的是我爸。你以为直播也二倍速了？没有，没有二倍速，1.5倍，1.5倍。这是规定。咋了？没有，就是被逮住了，被逮住了。我看到那个被逮住了。
好吧，那是我的问题。紫色好看，可以回头再染个紫色。我去搜一下紫色渐变色什么样。挂锁色，哦对，我可以染成这种，我可以染成这种，头发不要了。这种可以上台的，这种可以，就不要紫的太紫，这种是可以上台的，我觉得可以，只要不是这种紫，我觉得就可以。这种其实看不太出来，因为我们下面都要做造型，都要编的，不太看不出来。可以啊。哇，你搭了一大卡车啊！谁啊？那个美女，我是吧？谁知道那个李某是哪里的、啊、谢谢东东东东六的办卡，谢谢 PewPew。 没人回答我吗？成都人吗？这下还是重庆的呀，江北应该是重庆吧。你点开我给你看。啊，怎么七点钟就发了呀？来好了，先吧。我记得有买了可以用三次的券。在都是什么吗？对，是不是用完了？我肯定没有，没有，我刚买的，刚买的。不是，我是上次捡的，刚买的。现在好像就是涨价了，有点吧？是吧？哎，我是在哪里看到的？之前买的话是3,000，现在76,000。这是我这儿。然后我怕我的头发比较长，
那个新的卡饭微博来了，大家评论一下。哦，这个是哦，当天有演出啊，还可以哎。李晨、李大奔儿、超级对撞机，我都不认识，我就认识一个刘宪华。亮亮，还有篮球的。我是谁的？曹方、方良超。哦，但是我都不认识。哎，就你不是，我钱包挺好，不让上手，不让上手，不让上手，上不上手对不对？对啊，我说了，不让上手，我等一下我去打。想怎么修剪呢？晚点，晚点是吧？不是，我看就自然往前面是吧？等会儿可以给大家抽啊！天哪，一个六点发，一个七点发，是不是太着急了？我看我自己这条是两点发。地面两个都在，地面两个都在，桌上两个也是在。还是趴着。还是趴着。被致盲了呀。哇，太空狼人杀的新皮肤好好看啊。跑去孔了，孔人早就倒了，孔人的头领都已经不孔了，哪里有人孔啊？没人孔。这个颜色我已经想好了。你多大了？如果头发实在糟糕透顶的话，如果头发实在后面糟糕透顶，我就剪短发，然后再留。下次见面了，可以啊，再加个微信吧。
坏了，我们这一次的随机挑战视频不会过不了10310吧？啊，现在都还没有，现在才10万播放都没有，现在10万播放都没有，坏了呀！没事，那就完结了，那就完结了，那就不做这个了。没事没事，再把充一下，没有位置，等一下。没问题，还不到一天。那之前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之前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比较多了呀。我觉得，之前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挺多了吧。刚没有的东西，稍微坐一下。第一期赞有这一期快吗？我不知道哎，我其实不太知道第一期是多久播放到的，是什么时候啊？是第二天吗？那就是过24小时之后，是吧？我还想这一期能有。但是现在这一期的播放已经涨很慢了，你懂吗？我的焦虑问题在的点在于，我觉得后续可能播放不太会涨了。没有这个快吗？播放呢？播放是这个快还是上一次的快啊？哦，第七是周末哈。哎，如果我们这个能够31号那天出来就好了。31号那天正好是周天，正好是星期天。我昨天是周三出的。你今天稍微给他去去干嘛？起码要有20万吧，啊，我说20万，15万，又焦虑了啊！来，什么叫做第一期好看？意思是这一期不好看是吧？啊？意思是这一期不好看吗？不染蓝色，就染金色。是啊。这个故事王是什么游戏啊？不是做了一天头发吗？嗯，对，阿布做了一天头发，妈呀！
的时间不太长。打多时间不到。对，他上一次打篮球吧，中间隔了多久然后？两个月。哇，我跟你们说，天哪！我再把这个视频，对，我让丹妹看了，我要让菠萝也看一下。我也，我要发给菠萝来着。过段时间微博发。你不要现在看，我要看你直播，我要看菠萝看这个。先问嘛，他们都下班了，应该不能到了，太多了，开始分好期。是的呀，套娃是吧？两期三期都这样，对，这么多。我就换个句哈，换了几分钟应该。我小零食不好意思啊，太舒服还行。来，好，快点走了，谢谢。有没有就像我这样强迫症的人？强迫症的人呢？不行，把你最真实的反应留到直播的时候。行了。不要不找你的。徐老师，找你的。
这个，我说这个客人没有。那个差不多帮你洗吧。好了。六号是吧？嗯，七。你感觉这个脸是 P 上去的，我怎么看我这么像人类高质量男性啊？这个眼镜真的，这眼镜能不能爬呀？这眼镜，这眼镜太人类高质，哎呀坏了，给我染在这儿了，有没有湿巾纸啊？好，你看，特别像那个人类高质量男性，我顶不住了，给我整笑了。什么叫幼啊？我一年也就这么一次机会，可以染个三个月的异色头发。我后期染什么颜色我都想好了，我跟你讲。人类高质量丹丹姐。我们两个人呢。
而且我觉得那些香薰不配摆在我现在住的地方，但是我就买了。哇，谢谢泥巴哥续费的钻粉哦，我懂了，这应该是那个自动续费啊，自动续费。谢谢泥巴哥，谢谢泥巴哥。虽然你不在，但是我还是感谢你，感恩的心，感谢有你。王菠萝骂我，王菠萝在骂我，操！芬达，王菠萝骂我。哦，这谁啊？哦，谢谢阿乌卵续费的钻粉，谢谢卵哥续费的钻粉。哇，菠萝太好笑了。
谁在那截图我表情？啊，王布罗在叫我呀，咋了，王布罗？何洁本人比这破壁上头好看太多了，你们是去王布罗那里去传话的吗？啊，爱你波波，你是我直接给你微信沟通了，爱你，爱你王布罗，这不给我送个飞机？啊，波波真帅，波波真是我，波波就是我心的，我跟波子姐是志同道合的美人，好吧？谁在给我？不要给我截这种老太太截图，太丑了。在哪里？哦，谢谢菠萝的飞机。菠萝说，菠萝说你真的把你自己拍得好丑。有人你可以先换纸呀，那个。谢谢菠萝的飞机啊，谢谢菠萝，这不送个火箭菠萝。没事没事，开玩笑开玩笑，不用送啊，波波波波不用送。Thank you.
你他妈自己说的芥末咖喱巧克力啊，不，芥末咖喱还有那个你自己都忘了。豆鱼，豆鱼啊，你拿走。我是这个人啊，不是吧？老奶奶怎么就没有人看了？关你屁事！关你屁事！郭子姐抢手货，郭子姐抢手货。可以。啊？对啊，正好可以。等会儿吃饭看吧。我给你们找那个，我给你们找那个。哦吼，怎么被删了？你那个我这个不黑单比较不帅，要这个。我再去找他要一下啊。哎，那个四分多钟的视频遭我清空间清掉了，你再发给我一下嘞。谁来给我批卤蛋啊？谁给我批卤蛋啊？这次还有点事，我再给你吵一下。
烦得很。欣赏北岳吗？啊，不是，不是我的属下属，明天就去他的遗体。Gracias.
成，你把这个4:58视频发我哈嘞，我这边清空间把它清了，结果。没有，我紫色的那个是要留到差不多开赛的时候染。一月份染那个渐变的紫色，这样子的话也可以上台。然后下面就是上面是比较深的那种黑色，然后下面染。但头发真的好像枯草啊，我干。啊，狗是色盲吗？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生命就这样少了8个钟。那你这让你这让你放松了呀，让你不要乱想了呀，多好呀。明天几号啊？我看看。明天5号。剪头发是吧？先洗一下。明天还有条微博的卡板，好开心哦。但是我一年估计也就10月、11月这2个月卡一卡，平时都没得卡，平时没有可以卡的。明天 P3号，明天5号。笑起来了，笑起来了，但是可能是这个 money 可能要很久才能拿到，可能要半年才能拿到这 money。哦，这是波波呀，这不会是菠萝找的人来吧？菠萝，波波，啊，你应该加个草字头啊，波波，来加个草字头。我不知道我在引导什么了，真的我不太懂了，我一句话都没说就非说我在引导，我引导啥了。别复读了呀，这你们干嘛一直复读呀，没必要复读呀。不是看不到，没必要复读。偷油失败，视频曝光是啥呀？我忍不住。哎，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二哈哥，那个新闻的就是封面，我就看到你了，我以为你是大家争夺的对象呢，没想到你这个刷了6100的，居然不是他们的。争夺对象是一个刷了438的，是他们的争夺对象。给我整笑了。你昨天没在群里面，我很想发给你的，但你昨天没在群里面，我发到群里了，给我笑死了。二哈哥上新闻了。
你这个榜一怎么还不被他们争夺呢？哪里有的看？哪个新闻来着？烦得很，还要我这样放吧？警官也可以。今晚不都进了警官，然后这个武装。还有糖，还有杯子的话就糖。发现有些部分就是颜色还褪的不 OK， 然后就再补漂一下。俩都是你看的，你管？那怎么他们俩不争夺你啊？更大的答案。Yeah.
夹板，上个夹板，也是黑色的，然后另外一个，阿鑫，找找啊，随便搜一下。不要这一块拉了，吃个饭，老姐。好忙碌啊！谢谢波波的31个星球和255颗星星。好了。没还没有。啊，努力拿好。啊，对，就是我这东西。小流星死了吗？小流星死了吗？我是什么脸型？你？谁要？你给我玩？谁要给我玩？没算发射点吧？发射点，我是西瓜发射点。我问问化妆师这个好不好做造型啊？虽然说你是，如果说你是菱形脸的话，但是你这边的话没有那么高，而且这边凹的没有那么厉害。如果说是八字脸的话，就可以叫八字脸，但是西八子的话那差点，西八子那是圆了，因为你下巴也蛮尖的，脸应该小。我长得比我低，我一会儿你要跟我比较呀。我爸他我跟我爸长得超级像。对吧？啊？你要不是说什么？哦，谢谢波波的星际飞车，谢谢波波的星际飞车。好饿呀，我不知道吃啥。但是我写就给我，给我妈呀。我是长相有点像我爸，性格有点像我妈。亮亮。亮亮，不辣吗？不辣吗？以后我只要喊你们用家长的时候插上，把电源打开。吹干了，它就会剩一点。现在不就是吹干了吗？对，再一下。我平时洗完很容易断吧？嗯，吹干就不会。你要是湿的话，就会那个，然后涂一点精油。在哪里上的大学？像后面染的话就不用漂了。过了。肉
眼可见的毛鳞片刻渣。可以的，和他们含金量不一样。你要和本科比，肯定了。不然还有啊，对，它也是一种淡色的。在别的城市上的吗？都在咱们河南。那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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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班了就走，那你可以夹在豆腐条，夹两条，哎，我一看也是有，就夹豆腐条，可能还可以。你们那么懒？我没试过。没试过啊？我以为你可以穿这个。包括现在。包括现在。那你也见过一个瓜子旁边有放豆腐条的地方，啊，可以谈。你说两条了是吧？啊？豆腐条，以前你卖豆腐条的时候，你卖胡辣汤地方，你卖过豆腐条？捞活儿，做一个豆腐脑的制作过程。好，豆腐脑。都为了不想搭理你的问题。放雷是要放吗？这个还是要做。放哪里？亮亮。亮亮，你是哪里人？啊？你是哪里人？啊？啊？安徽阜阳是吧？哦哦，那个安徽那个，哎呀，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我刚刚说的姓那个，叫什么？一个阜阳，一个。然后去进口的店里面，就是那里包含吃点粉，放点豆芽。然后如果说吃点面吃的话，吃这个的话，我就点外卖叫个胡辣汤。哎呦，这胡辣汤搞不起。胡辣汤，然后再弄几个芝麻糕。好，可以油条。这样子。
哎，怎么了？该时间了。然后
后你慢慢就是官方的一话带你的就是理解他上这个地方。他想为了控制那个运动啊，为了抗拉伤的那个情况，他是不是也还有什么不让他的点点时间然后上午就是十点晚上到下午4点，然后就开始对吧？这个网鞋了，黑鞋，人家有没有？你家还有两只呗？现在就给他不就完了。
你看看需要剪吗？看看呗。Thank you.
我要请假。我拿滚珠峰给。
洗的第二次了，这已经是洗的第二次了。
我觉得可能再过也过不了了，再过也过不了就是那个了，还可以是吧？你见见我本人吧，你见见我本人，主要是我下面的头发太多，就是之前也漂过太多次了，有欧美大蜜那感觉。确实要化妆，我明天化妆，我今天就不化了，明天化。哎，你是不是要嫁了呀？哎，吃不吃饭呀？素颜肯定 hold 不住，彩色的素颜都 hold 不住的。哎，你是不是要嫁了呀？你想不想吃点东西啊？我好饿呀，你饿不饿呀？我好想吃烧肉呀，你有没有想法呀？下播要拍个视频，你几点下呀？九点半下吗？你拍那个视频拍的比较久吗？我去吃啊，我一个人吃锤子，我一个人，那算了吧。好惨啊！那没事了啊，晚安。我随便吃点吧，我随便吃点吧。明天吃宵夜不？可以，明天没问题，明天没问题 ，Go Go Go！ 那明天你要打那个不？明天你要带我不？算了，你那个的时候叫我吧。好，那明天见。OK， 哦，我知道明天你要打那个 solo 赛是不是？我知道了，我今天还在微博帮你做宣传呢，你的 solo 赛，我还帮你做宣传了呢。对吧？你明天晚上6点半，这个发色显白，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再打字了。不是这发色不好看，是我没化妆，化了妆了就好看了。我现在就是白雪公主是吧？可惜了，现在没有临冬晚会了。变装舞会是不是没有特效啊？